我们第一次卖这个生姜啊，因为这个纸箱的话不知道合不合适，所以我们先租个车试，明天的话先发20单。嗯，这个生姜是今天刚挖出来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嗯，好新鲜。刚刚挖出来的生姜。对呀、啊。反正把下面铺一层那个浆液嘛，能够防震又保鲜。去皮归零了嘛，然后就开始摆浆。这个箱子的话有3两到4两。今天我们这里总共是100斤啊。不了，不给了。1.3。这些料的，还加一点。这个有的有，我第一的这个吧。哎呀，这就有点时间，我到第二的就得。加点小，好，刚好2.5，啊，可以。没有那个风箱器还是不好打包，是吧？对，全部清好之后一起打包了。啊，真的搞错了，外面黑了。所有的商品，大家想下单的话，可以在里面筛选啊，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。今天我们在封箱的是湖南小黄姜。